立法院韩国瑜院长接见土瓦鲁国国会议长伊塔雷里阁下抗力访问团一行，拟会红影视传播中华时报社太平洋通讯社记者陈建明、邱水文。2024-09-10立法院报道，韩国瑜热烈欢迎兔国议长到访，盼持续深化两国邦谊。立法院韩国瑜院长于本9月10日下午在台湾与南岛语系国家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王美惠委员、国民党陈永康委员、 民众党林义军委员、国际事务处林晨副处长，以及外交部田中光政务次长、亚东太平洋司陈俊吉副司长、礼宾处范家明副处长及土国驻台使馆欧喜拉斯勒菲格勒劳·奥布莱恩临时代办等人陪同下，接见土瓦鲁国国会议长伊塔雷里 Yacoba Chaya Italeli阁下抗力访问团一行8人。伊塔雷里议长阁下抗力一行抵达立法院时， 韩院长率跨党派委员至立法院大门前亲迎，并由台湾与南岛语系国家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王美惠委员献花与伊塔雷里议长阁下，四陪同访宾一行进入立法院贵宾接待室。韩院长邀请伊塔雷里议长阁下与立法院院贵宾部长签名留念，并携在场委员及访宾成员合影留念。院长致辞时表示，热诚欢迎土瓦鲁议长阁下抗力及访团成员。 土瓦鲁国会有16位议员，台湾立法院既有113立委。今天台湾三大政党皆派代表出席，显示台湾不分党派均十分重视土瓦鲁议长阁下抗力所率访团的莅临。韩院长继位，本第11届立法院女性委员共计41位，占全体委员的41%。立法委员负责审查法律案、预算案及其他重要议案，每一位立法委员都至关重要。 院长续表示，台湾与土瓦鲁自1979年建交至今，45年间，土瓦鲁一直是台湾最坚实的外交盟友，双方在医疗、科技、教育及渔业等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合作。土瓦鲁目前尚有40位青年学子在台就学，显见台土邦谊坚定友好，盼望这段珍贵的友谊能历久弥新。伊塔雷里议长阁下致辞时表示， 他今天怀着喜悦的心情来到立法院，首先诚挚地恭喜韩院长及江副院长当选本届立法院正副院长。续位国会议长的角色是民主体制的重要基石，不仅展现公正性、领导力，也协助各党派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他强调，韩院长此次代表国民党当选院长，是台湾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不仅展现出推动跨党派合作的决心， 也代表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声音都能被听见，是非常难得可贵的事。伊塔雷里议长阁下分享他的观察表示，当今台湾的政治版图变得比较复杂，民进党虽持续执政，但在立法过程中需与在野党协商，这凸显出国会议长的角色至关重要。他深信韩院长及江副院长非常重视跨党派合作，不仅强化台湾的治理，也展现出台湾的合作精神。 议长续称，此次他以土瓦鲁议长的身份访台，是上任以来首场正式行程，深具意义。过去他也曾在2010年及2014年以土瓦鲁卫生部长及总督的身份访台，今年适逢两国庆祝建交45周年，能以议长的身份再次率团来台，他感到非常荣幸。议长阁下强调， 土瓦鲁与台湾的双边合作关系十分紧密，感谢台湾慷慨支持土瓦鲁兴建首栋现代化国会大厦，这不仅在土国国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更展现出台土间深厚的情谊。他提到，本次访团成员中之田户鲁 （Anglosa Manoa Hulu 部长）、尼米亚（Namuliki Solikini）议员、塞雷冈纽 （PC Salagenio） 助理次长及他本人都是国会大厦兴建委员会的成员，取等的责任就是要确保兴建计划得以顺利完成。议长最后表示，土瓦鲁期待与台湾积极发展合作，并将持续声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他相信，没有一个国家应该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而国际社会也需要台湾的贡献。最后，他代表访团诚挚感谢台湾的热情接待， 相信此行必定成果丰硕，并盼两国邦谊能够历久弥新。愿上帝祝福台湾，祝福土瓦鲁。台湾与南岛语系国家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王美惠委员致辞时表示，非常欢迎土瓦鲁议长阁下抗力及访团贵宾来到台湾。
他一直以来坚持以母语质询。身为南岛语系友好协会会长，他邀请议长阁下在土瓦鲁国会是否也是以母语质询。另外，他也期盼土瓦鲁国能在国际上继续支持台湾，深化两国邦谊。议长幽默回复道，在土瓦鲁国国会中，议员也惯用母语质询，若以英文质询还需传译。听闻此言，在场宾客均莞尔一笑。陈永康委员代表国民党诚挚欢迎议长阁下伉俪及访团成员，并感谢各位访宾长期以来对民主台湾的坚定支持。他提及三项议题，相信台湾将持续对土瓦鲁提供相关协助。其一，针对海平面上升及气候变迁的严峻挑战，台湾将尽力提供协助祖国研拟因应计划。其二，台湾将持续提供优良的医疗专业人才及资源，协助祖国改善医疗环境及品质。其三，台湾欢迎祖国青年学子来台就学，以提升祖国教育水平。林义军委员则感谢议长阁下第三次率团来台，相信此次就像回家一样。他特别指出，祖国依然面临气候变迁的巨大挑战，他相信台土双边加强合作必定可以协助祖国应对此挑战。另外，他也感谢祖国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域为台湾仗义执言，特别在联合国大会、安嘎及世界卫生组织 WHO 等重要国际组织持续声援台湾的有意义参与。你会红影视传播公司制作人陈建明。那等一下，议长致辞完毕之后，容许我们三位立法委员呢一一来表达他们的欢迎之意。那每一位立法人发言完以后，也请以往的好朋友接着发言，我们这样穿梭交叉轮流，让情感能够越来越浓郁。And later after.